让语文老师再教教我。To subscribe to IHS Cole Analysis, assess these implications, and make informed decisions. As market leaders, our researchers use proprietary data sets, Cole indices, and market intelligence to deliver expert analysis and insight. 每天，不论是在办公室里，还是在世界各地奔波出差，我都关心着能源行业的可持续发展，与不同国家的人士共商如何面对这个长期挑战。很多人说困难无法避免，我想总有办法。无论是亚里还是耶鲁，都告诉我要有批判性的思维，创意性的头脑。我高中是省里班，边干竞赛边参加学校管弦乐队，我很喜欢跟耶鲁的外教们聊天，他们跟我说国外的事情，所以我从那时开始就对不同的文化有好奇心。生活的容量很大，多去接触，把自己放开。刚来美国的时候，很多人把我定义为中国艺术家 Chinese artist 清明。我不在乎那些别人给我的 tag， 我只希望我自己就像海绵一样，一直在吸收，吸收我身边的环境，吸收我所看见的事物，吸收与我所交谈的人们，吸收着我自己。在亚里待了六年，学到最多的就是为自己发声。传统教育告诉我们 say yes， 但在亚里的经历让我明白 say no 更重要。从舞蹈到视觉艺术，我只想删除边界的概念。我利用更广阔的媒介，只为在大千世界里无止境的玩耍、创作。Anywhere, anytime, anything, with anyone。我是亚里最后一届初中编制，初81班。回忆起来，在亚里读书的日子，时间总是很紧，想完成学业，但是又不想抛下赛车，每一回刚脱下头盔又得套上校服赶回去上课。赛车应该陪伴我有10多年了吧，我想是他提醒了我什么是责任、担当，还有对生活的激情。我最感激亚里的就是他用6年的时间教会了我一个态度，如果我想去做一件事，那我就去做，因为没有什么比成为自己更重要的事儿了。